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妈妈，欢迎你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啊。今集呢好想同大家分享呢，我返香港期间呢有一日呢就同咗屋企人呢去咗中环嘅摩天轮喎。而家呢就落住毛毛雨，我就同屋企人呢行緊过去呀。好耐呢冇试过呢坐摩天轮呢睇香港嘅夜景呀，个心情呢有啲兴奋呀。我哋咧而家坐咗喺摩天轮上边啦，升到咧离地60公尺高嘅空中，大概咧有成20层楼咁高、哦，可以咧从唔同嘅角度咧去观赏香港同埋维港嘅景致。坐喺个摩天轮上面咧，大概每一个圈咧会停大概3到4次、哦，俾你有足够嘅时间咧，可以唔同嘅角度咧去观赏个景色啊。好啦，我都唔讲咁多啦，俾大家咧可以静心去观赏香港嘅夜景先。好开心呢，今集呢可以同大家分享到香港咁靓嘅夜景啊，好多谢大家嘅收睇啊，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